划时代全新革命的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要让您快速摆脱吃肥油腻，不再挺着大大的肥肚腩让人看了倒胃口。现在起，不论男女，皆可借由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轻松达到甩肥肚抛肥油的健美身材。Aperture 媒体塑肤机创新的塑身美肤设计，让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做出塑身美肤标准动作。大家都非常惊讶 ，Aperture 媒体塑肤机可以这么容易的运动到腹部、腰部、后背部的部位，而且更佩服它的效果，真是好的没话说。当你使用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时，是利用持续性前后仰卧的简单动作，在长期使用时，不知不觉的消除脂肪，达到紧实腹部塑身的目的。Aperture 媒体塑肤机有四个贴心的设计，背部滚轮设计，在运动时轻松按摩背部，减轻脊椎的压迫，避免受伤。可调整滚轮设计，可依个人身高上下灵活调整，来完美支撑起头颈肩背。可拆卸扶手，收纳方便，让您双手紧握，保持身体平衡。男性、女性皆能使用，只要每天持续使用十分钟，就可练就好身材。当您坐上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您便开始享受缩腰紧腹的运动旅程。标准的运动方式就是双手握住把手，身体紧贴靠背往后仰，到底后再慢慢撑起身体，前后仰卧起坐动作。当然也可以做出多种变化的运动模式，双手交叉前后仰卧起坐动作，双手向前伸展动作，双手左右伸展动作，也可以做各种腿部动作来训练腿肌，消除大腿内部赘肉，修饰腿部线条。每天十分钟，让您健康不蓬松。现在来一段全身运动模式，双手举起配合抬腿，再利用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的背垫支撑。您看这么棒的运动方式，全身都动起来，您是不是全身的细胞都活起来了？我们来做个红外线体温运动检测，透过这台红外线显像可以看出运动人员肌肉脂肪热量燃烧的情形，红色区域就是运动量大的区块。现在就请模特儿在一般的仰卧起坐的器材上运动，我们可以清楚发现它的背后似乎呈现比腹部更大的压力，在显像仪可以清楚地看见背部呈现了红色。好，现在请他使用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我们来做个红外线体温运动检测。哇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腰腹臀部都呈现红色的热量燃烧情形，哇，效果好的没话说。由此可以证明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它的燃脂效果真是一级棒，只要会做摇摇椅就会使用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因为使用时实在太简单、太容易、太方便了，而且效果却是出乎想象的好。不管你是中广身材的男主管，还是臀腰肥大的女秘书，全都可以利用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来轻松达到健腹美臀的目标。Amy 以前是个懒得运动的胖女人，要她运动会要她的命，但自从用了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她爱上了运动。每天十分钟的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时间是她最欢乐的时光。现在她是个曲线玲珑、婀娜多姿的性感女人，哇，你看她前后差别有多么大呀！壮唯一的嗜好就是喝啤酒，当他大口大口的享受时，他肚子的肥油也一寸一寸的加大，当他发觉裤子穿不下时，已经变形的自己都不认识了。他开始努力运动，尝试消除肚子肥油，但都失败收场，直到使用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他才快乐的享受消除肥肚的减腹运动。每天十分钟，两个星期后，你看他惊人的效果。Aperture 媒体塑肤机免用电，到处使用都方便。您还在花大钱买笨重的运动器材吗？还是去人挤人的健身中心呢？快加入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的行列吧！客厅使用、房间使用，到处都好用，方便收藏，体积小，不占空间。别再丧气的看着肥肚腩了，也别再辛苦费力的做仰卧起坐运动了。有了 Aperture 媒体塑肤机，立即享受轻松运动，拥有健美的身材，塑腰、美腿、翘臀，就看现在。